迎大王。赴约姑父亡命，是灭赵。我大秦的乱世们，灭赵！在此一战，我不服。赵，乃是横在我东出路上的一颗顽石，也是我大秦最强悍的敌人。只有灭了赵，大秦才能继续东出。只有灭了赵，天下才能早日一统。相信你们定能攻入邯郸，为我大秦建不朽之功。寡人在这咸阳等着你们的凯旋。大王万年，大秦万年，大王万年，大秦万年，大王万年，大秦万年，大王万年，大秦万年。出征！公元前229年，秦王政18年，秦国再发三路大军进攻赵国。赵国也派出倾国之兵相抗，秦赵灭国大战爆发。大王太后率宗室和大臣们倾巢出营，万军能承受得起吗？武安君屡挫秦军，救护赵国，丞相若有此功，也可堪当举国出营。我可承受不起。
秦军三路来袭，丞相应该好好想想如何相助武安军保我大赵。两国交战拼的是国力，岂可将国家命途寄于一人啊？国难当头，谁若是包藏祸心，定是卖国之贼，赵人必定将其汤祸。陈平君，你休要恶语伤人。赵国存亡之际，你二人还口舌相争。太后，陈平君，大敌当前，当共御外侮。丞相说的是。武安君，眼下秦军犯境，应如何却敌？太后，臣已查明，秦军分三路攻我赵国。其一，秦将王翦为中路，从太原出兵，取道太行、井陉，逼近邯郸。其二，李信为北路，犯我赵国北地。其三，杨端和为南路，率军攻我南长城，目的是阻绝我与魏楚两国之交通。王翦、井陉之军乃攻赵主力，南北秦军则互为呼应，若三路秦军合围邯郸，邯郸则势不能守。臣欲率边军长途奔袭，南阻杨端和，北挫李信，而后与王翦之军对峙井陉，寻机败之，绝不容秦军抵近邯郸城下。好，甚好。有将军在，本宫和大王就可安心多了。武安君，秦军数十万之众，而我边军不足十万，能抵挡得住秦军虎狼之势吗？不要长秦国威势，灭赵国士气。若是旁人说能抵挡秦军数十万，臣当然不信。武安君大破匈奴于代地，连败秦人于肥地，樊武纵观天下，谁人是武安君的敌手？武安君说能抵挡秦军，臣坚信不疑。大赵高枕无忧。丞相，秦国灭韩之后筹备两载，才大举进攻我赵国，必是有备而来，不可轻敌。大王，臣自信可以抵住秦军攻势，然秦王灭赵之心不死，必会命王翦与我军久治，借以拖垮赵国。两军对峙，赵国绝不能为秦箭所获，此其一也。其二，秦有巴蜀关中之地，沃野千里，粮草无忧，又有栈道、驰道连接巴蜀、关中、上郡，秦国可将粮草源源不断运抵井陉秦军，而我赵国连遭天灾，粮草难以筹措。穆不惧怕秦军善战，只有我军粮草不足啊。春平君，丞相，你二人筹借粮草，绝不能让武安君有粮草之忧。诺。冲击！
战况如何？武安君正率领大军与秦军厮杀，胜负难分。粮草呢？邯郸存粮，尚可供大军一月之需。一个月后怎么办？臣正在与春平君设法筹措。大灾之年，赵国境内所有田地基本都绝收，目下最难筹集的就是黍米。不惜重金向其他四国求购。太后，齐国、燕国本就与赵国不睦，魏国、楚国与赵国的交通都被那秦军给断绝，求助他国，此路不通啊。上天要亡我赵国吗？这腹中无粮，力气再大的猛士，他也敌不过那三岁孩童啊。秦使顿若还在邯郸吗？太后，问他作甚？命他来见我。诺。太后。太后，先生，秦王如何才肯罢兵，放过赵国？赵国归降，太后将邯郸献给我王。赵国可割让十座城邑，换取秦王罢兵。赵国不归降，秦国绝不会退兵。就没有可商议的余地？没有。你将什么这陈义雪，你却带着邓若入宫唆使太后降秦，你这个奸贼！春平君，你不要闹了！你私通秦国，我今日就要将你休要。何人？本相所为，皆是为禀太后，是丞相与春平君正在争吵。要诛杀你这卖国之人，我奉命行事，何错之有？先生，先容我思虑一番。杀了我，你也得死！你我不敢吗？今日我要杀了你这个奸贼，为国除害。你砍！你忘本相了？不就这砍？擅杀赵相，你也休想活命！胡闹！太后，太后，此奸贼勾结秦使违建朝堂，臣请王命诛之。是本宫要见顿若，与丞相无干。太后，怎么，本宫的话你也不信吗？太后，日后定不能再向秦人示弱。武安君捷报，我军已经击退秦将李信，阻住犯我南境长城的杨端和。现在武安君正在赶往井陉，拦截王翦之军，进攻邯郸。赵国有救了。张将军来书，李牧的边军长途奔袭，竟然克制住我南北两路大军，进驻井陉。李牧占据地利之势，据险而守，我大军真是难以进展呐。赵国区区11万边军，却屡败秦使。吕牧此人，用兵如鬼，奔袭如电，实乃我秦之大患。国尉，你可有击败李牧之良策呀？
李牧将才不在当年白起之下，赵国信用李牧方得以幸存。上将军数次佯攻诱敌，李牧坚决不战。我大秦若想速胜，唯有效仿长平之意，离间赵国，令赵国换将。恐难成。敦若书信中说，赵人举国托于李牧，上至赵王太后，下至邯郸士人庶民，皆视李牧为拯救赵国的不二之人，私认为赵国绝不会撤换李牧。大王饶恕国开，该是他回报大秦之事，可命令国开协助敦若，再想办法说服赵王。这个也试过了，如今赵人已是惊弓之鸟，若此时游说赵国换将，恐将适得其反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大王。那李牧能阻我一时，却不能阻我一世。我大秦的国力已远非他赵国能比，寡人就是要在国力上压倒赵国。大王，若不除李牧，我军难破邯郸。若强攻井陉，士卒们势必损伤惨重。大王，依廷尉所言，目下强行见人之谋，恐赵国难以轻信。大王，赵人有长平之败为戒，必对临阵换将之事心有余悸。然我可以不针对李牧一人，而是一举离间赵国群臣，令赵国内争骤起，邯郸人人自危，君臣相互猜忌。猜。廷尉啊，命顿若倾尽才华，后愧赵国的宗室还有群臣，并且此事定要让赵太后还有赵王知晓。但是赵国人心军心涣散之际，便是他赵国换将之时。诺。撤。兄台，许久未见，若今日特来拜访。你已是秦臣，还来作甚？滚门。军吧，
成军，快走！这是何意呀？我王心意，请大人笑纳。赵国举国抗秦，先生是要在下做秦将吗？邯郸危在旦夕，大人不想给自己留条出路吗？大王太后，前线粮草告缺，需即刻抽集。春平君，仓廪空空荡荡，邯郸已无一粒粮食啊！高价向列国求购，没有粮草，武安君即使用兵如神，景行也难逃被秦军攻破，届时邯郸危矣。武安君驻守景行十个月，从不见他出击，20万人。每日都张口要粮食，即便我赵国风调雨顺，仓廪严冬，也会被他们吃光喝尽。贸然出击风险太大，唯有瞅准时机，武安君方能击溃秦军。时机不到，绝不能出击。我军不战，秦军不退，这样消耗下去，我赵国也难逃覆亡啊！别吵了，向列国买粮，多多益善。太后，府库中已无多少财货，何来钱财买粮？从宫中支取。春平君，宗亲也要尽量朝上一些。既然如此，买粮之事就有劳春平君了。太后亦不惧辛苦，只要能将秦军驱离赵境。这李牧大军就是个无底洞，日日催粮，本相有天大的本事也喂不饱这20万大军。丞相，这是和谁怄气呢？丞相，是你？你怎么？有没有人看到你啊？放心，无人注意。跟我来。丞相也太过于谨慎了吧？不得不慎啊。前日两名赵臣被人举报收受秦国贿赂，被大王和太后当庭诛杀。也对，丞相还是小心为事。先生如再有事，老人暗中告我，绝不可像今日这般贸然登门。先生找我何事啊？大王命丞相劝赵王换将，从景行调走李牧。什么？秦王这是要逼死我呀！事关大秦灭赵，丞相不能推辞。你，段若，你这是让我去送死啊！我若去秉言弃用李牧，那我就是和整个赵国作对。秦王就不能放过我吗？我求求你们了呀！大王已经制定了除掉李牧的计策，丞相只需一计行事。这不但能扳倒李牧，对你没有半点伤损呐。秦王是如何筹划的？这数月以来，我遵大王之命，后馈赵国大臣，除了春平君赵毅、公子赵聪等少数宗亲重臣外，
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得到了秦国财货，这跟对付李牧有何关联？赵太后、赵王闻知大臣与秦国交通，必下令彻查，那赵国的大臣们怎么办？只有抱团以求自保。丞相出来维护重臣，再把矛头指向李牧。赵太后、赵王对李牧的信任就会动摇。办法倒是好办法，可怎么能将矛头指向李牧？军粮，邯郸半数庶民已经吃不饱肚子，若有人侵吞军粮，必遭举国唾弃。陈平君已经从列国求购了150,000担军粮，这么多粮食，输丞相动动手脚，出现疏漏，那李牧是逃脱不了干系的。这些粮草是否运往锦行？禀都尉，是。分出20车，跟我走。春平君命小人将这些粮草押到锦行前线，不得有误。这是武安君亲笔所书。啊，丞相，事已办妥。可有旁人知晓？只有天知地知，丞相与末将知。办得好。这些赏赐于你。谢丞相。什么？50,000军粮下落不明，春平君，即刻就查，定要找回这50,000军粮。诺。等等，此案并不那么简单。太后，军粮失窃，定与秦建有关。秦建？太后忘了吗？上月大王诛杀了2名。与秦国私通的大臣，据臣所知，除了被杀这2人，还有很多人，很多大臣与秦国私通。丞相，你有何依凭？太后，据臣所知，秦使顿若，他载着10数车财货暗中来收买我赵国大臣，臣也未能幸免。太后，那顿若趁臣不在府邸，收买了臣的家产，臣知道以后将你家臣乱棍打死，
臣失察，请太后治罪。顿若生败了多少大臣？臣听闻，那顿若拜访了邯郸城中所有士人的府邸，他收买这些人，定是要与他们勾结，要亡我大赵啊！所以此案便不那么简单。查，彻查！太后，臣与此案有关，难以服众。臣以为春平君更适合来彻查此案。春平君，揪出受贿大臣，找到失窃的军粮。诺。敦若威胁我，丞相，逼我收下500斤。春平君，丞相，我绝无心背叛赵国呀！那秦使将财货抛于院中，冤枉啊，丞相！都是些贪得无厌之徒。春平君，这些无耻之辈，都该立刻斩杀。春平君，丞相。怎么去了那么久？人抓着了吗？顿若并不在驿馆，邯郸令派人四处搜捕，在邯郸城一所府邸中将其擒获，请春平君跟丞相前去查探。走。说也有万斤之巨，这要是散出去，邯郸城的大臣岂不都被秦国给买通了？丞相，顿若怎么会把财货存在此地？存放这些财货，人不知，鬼不觉。这里还真是绝佳之地呀。丞相，这儿可是武安君的府邸，去年大王与太后所赐。不可能，武安君私通秦国，本相绝不相信。检车上收的什么？武安军的首领扔掉50,000担军粮。太后，武安军绝不会私通秦国。可是不少大臣都指责是他窃取军粮，是军粮一案的幕后主使。太后，此乃秦国的奸计。秦使顿若都交代了吗？此人不肯透露半个字。命武安君交出兵权。太后，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。
太后万不可忘却长平之役的教训。赵国与赵括坏心平据廉颇，40万赵军将士被坑杀。太后，大敌当前，万不可轻率决断。太后，臣赞同春平君之意。赵秦两国交战，不可不虑。50000担军粮不翼而飞，超过半数的大臣受秦人贿赂，此事不查清楚，我赵国还能保得住吗？太后担心的也是。太后，武安君乃赵国的柱石，臣以性命担保，武安君绝不会通情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太后，冤枉武安君事小，赵国存亡事大。太后，大王，臣以为应召回武安君。武安君，等此事澄清之后，再令武安君返回景兴大营，重掌兵权。春平君，赵秦两国对峙数月，近日没有发生战事，武安君回来10余日，可由公子聪代为主持军务，也不会出现任何纰漏。若不能洗脱罪名，武安君如何服众？将士们怎会甘愿听命？再说武安君回来，也可向大王、太后陈说军情，共同商议对敌之策。太后，万万不可。丞相，你与赵聪言聚，即刻前往景行，召武安君觐见。诺。诺。丞相此来何事啊？亡命。武安君，司马上听命，军粮失窃，李牧、司马上即刻返回邯郸，配合查清此案，所部交于赵聪、严据暂待。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，人心一旦涣散，赵国将难以保全。亡命在此，你敢抗命吗？军粮失窃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此案疑窦重重，牵涉大半朝臣。春平君跟丞相在太后和大王面前替你作保，临行之时，春平君让我严告武安君尽快返回邯郸，洗脱嫌疑。不过数十日，武安君和司马将军就能重返景行，执掌大军。王翦虎视眈眈，景行形势危急，武安君不能走。武安君若不忠于王命，将士们怎能服从？你！景兴大军就托付给二位将军了。王翦有勇有谋，二位切记不能中了他的诡计啊。将军放心。
走。几曲昨夜风凉起，看四野八荒，寂寞